很多钓友问亮水能不能打黑，看看这个视频就知道了。视频上的地方是河流，水非常干净。我操，这么远的距离。个人打黑喜欢随心所欲的玩，所以轮子都是当拖拉机摇的。视频上的轮子是220一个的，已经用了5年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坏，依然正常使用。那好漂亮的鱼，这个鱼爽啊，差不多5-6厘米。